在老婆我爱你。一句老婆我爱你，在结婚40年后再次听到，让她感动万分。从零哈一路的走过来，也是不要那讲，不是讲一帆风顺呐、啊。我们能够活得健健康康，哎，啊，孩子能够找到好的对象，他那个任劳任怨呐、啊。先生鄧達義说妻子有着客家本色，勤俭持家，包容他追求理想，是标准的模范母亲。